应该是吧。他没有粉丝专业的。有了吗？嗯，现在有了。通知。哦，有人了。这么快？嗯。这么快？我们先来看一下Wilson，Wilson跟大家打声招呼吧。来看 Elsa 咯， Elsa 你要唱歌吗？好扯哦，我们的那个品项在后面，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大概用会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来完成这一次的直播品项。那我们，你帮我拿一下那个酒精好不好？再拿一罐。哦，我们因为大家缺酒精，所以我们有做了一支这个那个食品级的抗菌喷雾，那它是76%的酒精。那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会把它抽出去，然后寄给大家，就是抽三位有三罐。那我们今天抽奖的奖品有等一下 Wilson 师傅做的冰棒，两支冰棒，然后我们用这个盒子装，还有设计感的 Double V 的盒子，那两各一种口味，然后就是抽到总会抽五个人出来，所以一个人会有两支。那我们统一今天抽的话，大概是礼拜四或礼拜五会把它寄出，就是统一大概有就是等大家五天，那记得大家来领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会抽出十位，就是去 Double V 吃冰，然后由我们这边帮你付钱。那会抽十个，这是我们的奖项。那大家如果赶快的话，赶快帮我们分享出去。我们到时候大概8点左右会先把酒精跟一两样的东西先抽出来。那到时候会就是抽完之后会po文，然后第二次抽奖会在结束之后。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好，那我们先做这个香草冰淇淋，就是牛奶配草莓这个冰淇淋。所以配方之后会再公布，对，所以我今天作业都先称好的。好，所以我们在做冰淇淋一定有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加热，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牛奶拿去加热。那牛奶跟豆鲜我们都称在一起。时候我们就会把香草加进去，因为一定要一起加热，它的味道才会出来。好，那大家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会跟就是让老师来回答。然后我们香草夹一起放进去就好了。好，接下来部分呢，当然还有其他的糖啊、奶粉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称在一起，因为这所有的粉料都称在一起，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我们等到大概45到55度的时候，把它加进去。那如果你今天太早加，这个奶粉就会容易结粒。那如果你今天太晚加，它可能你的糖都还不够溶解的均匀，所以我们大概都是在45到55度的时候加。那其实如果你有温度计，可以用温度计量；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看
稍微有点冒烟的时候，大概就55到60，这时候就可以加了。那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我们尽量不要把火开太大，因为毕竟是瓦斯炉，它会从边边这样烧过来。那你在搅拌的时候，它离你旁边就很容易干掉。所以通常我会开不会超过这个锅子这边，所以你可以看我手还可以稍微放一下，这样的话加热就会在底部。好，稍微有点冒烟了之后，我们就把粉料加进来。好，然后我们边加边搅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加热到85度，那就是一个杀菌，巴士德杀菌法。那正常你可以看到这都双层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加热到82、83其实就够，因为它的微温它还是会继续升温。那你煮到85度之后，你可能到时候就是88、89。那温度煮超过有没有差？其实没有差，可是大家要想，我们毕竟是做冰淇淋，所以你要花的时间会越长，因为我们要降到零下的温度。所以如果85都够了，那我们煮到90或煮到沸腾其实都是一样的效果。然后我们就一定要搅拌到刮到底部，因为你今天加了糖加了奶粉，如果你没有刮到底部，很容易底下就结痂就焦掉，那你的牛奶冰淇淋就一定会有这种焦香味。那也没有说不好，因为南部很多人喝的豆浆也是就是有带有那种焦味的豆浆，那可是知道只要焦掉之后它的味道是拿不出来的，就一定会有这种味道。好，我们拿温度计，然后加热到85度。有很多人在看哦。有。这么多。还好啦，现在大概60个人而已。60，这么快？还好吧。好扯。你老婆跟你讲说，老公好帅帅。来全是主角，好夸张。夸张哦。朝天的一盘沙眼。这么夸张啊 ，Alice。好，我们加热到82、83就好了。那你今天开小火或大火煮有没有差别？基本上还是会有。如果你今天开小火，你相对的你煮比较久，那你煮比较久的代表说你的水分可能会挥发比较多，可能到时候你原来称的是1000的牛奶，到时候你可能煮完只剩950，可能你用大火的时间就比较短。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冒大烟，基本上都已经是温度大概就是已经82、83了。所以其实有时候你没有温度计，你可以用看的，你就会大概知道。好，一样哦。温度到了，我们关火之后，我们还是一样稍微搅拌底部，因为你不搅拌，它可能在底部就会结痂。然后我们稍微搅拌，让它稍微降温。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做这个步骤，主要第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所有的糖啊，还有这些里面的所有粉类，还有胶体发生作用，那也是一个杀菌的动作。所以呢，接下来的东西，所有的步骤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杀菌完的，就是酒精消毒过的，然后擦干净的。不然的话，你这边加热，你再倒到另外一个容器，基本上都是脏的。那你刚刚这个动作就是白做的。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倒到一个长的量杯里面。怎么办？大家都说你好帅啊！好，我们今天做的量刚好是1000，所以可以看刚好。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动作我们要做一次的均值，那均值就是让所有的东西更均匀。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香草，它虽然是香草，可是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有大块小块的。那在均值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里面会有香草棒。那这个东西呢，就看你们个人，有的人呢。
就会选择把它直接均质在里面。那有的人我们就像我们一般在用的话，我们会把它洗干净，然后烤干，然后我们就放在砂糖里面，然后最后再把它打成粉，就变一个香草糖。对，那这个均质的动作呢，基本上一定要做。如果你今天不做，当然也是可以做成冰，可是它的质地就会比较粗糙，它不会这么的细致。对，所以我们还是会经过一个均质的动作。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常在均质的时候，每个人都是 Bombix 这台机器，那它的好处是它打不容易起泡，可是很多的人打会起很多的泡，会不会有影响？基本上对做冰它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对。整排都在留言称赞很帅。整排都在留言。对呀、啊。怎么办？老师怎么这么帅？好，保鲜。保鲜膜。这边，这边，这边。感谢。好。这时候呢，我觉得大家比较注意的时候，通常我们做好之后呢，我们会放隔天再来操作。好，为什么会放隔天呢？基本上大家知道，放隔天的第一个用意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所有的东西啊，我们在加热之后它就是释放，所以要等到冷的时候它才会收起来这个味道，就像我们煮咖喱饭一样。我们可能今天吃，今天煮完今天吃也是很好吃，可是明天之后它会收，它会变得更浓郁。所以其实我们冰淇淋也是一样，我们香草这样虽然煮完它味道也是 OK， 可是其实明天的味道会让它变得更厚重更浓郁，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会把它封起来呢，然后我们放到明天再来操作，可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拿来操作。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必须要知道，就是只要是温热的食物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贴面封，就可以看看影片应该也看到它是贴面的，那这有一个好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刚煮完之后还是稍微的搅拌一下，让它稍微降温，因为大家比较有疑虑，就是说保鲜膜碰到热的东西，可是这时候你看我的手是已经可以摸了，它已经没有那么烫，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那贴面封的好处是因为，如果今天只有封上面，就是大家会记得你们放冰箱再拿出来之后，上面都会有水珠，但这水珠就是腐败东西腐败的这个来源。如果你贴着封的话，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水珠，它就会是很干净卫生的。那我们做这个加热的动作主要就是为了杀菌，如果你今天在存放啊或者在保存里面有弄好的话，它当然很容易又受到污染，那你前面这些动作就是白做了。对，好，所以呢我们这样做完之后，我们会放在冷藏，然后放一个晚上。先帮我放几个，因为等一下煮的。对。所以牛奶，那我们今天只会示范一个冰淇淋，其他的冰淇淋基本上我们是打好的。那等一下会告诉你大家怎么做。那接下来呢，我要做第一个这个的冰淇淋下面的这个塔皮的饼干。好，所以一样，奶油、杏仁粉，然后盐、糖粉、蛋，还有替物。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室温的奶油，可以看好，可以捏得下去。室温的奶油，我们把它加到搅拌缸里。然后我们把杏仁粉、盐跟糖粉都一起加进来。然后杏仁粉不用过筛。有人说你连拆塑胶袋都这么帅气，好扯哦，椰子香，太扯，你也不要这么夸张。好，所以我们的米粉跟蛋就放在旁边。
分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那其实大家知道哦，会产生筋性，然后面塔皮会松，很多原因就是因为面粉。那基本上会怎么样才会产生这些东西？就是面粉碰到液体，碰到水分。所以大家可以想看，这个就是奶油去加糖粉跟杏仁粉，基本上都是干料，所以再怎么搅拌呢，基本上它也不会产生筋性。可是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奶油打到太软的话，你一直搅拌它就会打发。那我们做塔皮，我们不希望它打发，打发就会松，打发一松掉之后，它就变得太酥脆。所以我们只要拌匀就好，所以你开低速就好，把它拌匀就可以了。然后呢，接下来比较注意的是我们的蛋。我们大家习惯啊，蛋就是从冰箱还会放冰箱。那我们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它恢复常温。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奶油啊，基本上在搅拌或者在室温，基本上它已经是柔软的状态，膏状。那膏状大概在10度、12度，它都还是一个膏状。那你再往下的话呢，它基本上就会变成很硬的块状。对，那如果我们今天的蛋很重要，如果今天蛋呢，你从冰箱拿出来，它可能是5度，那就算你再稍微退冰一下，可能6、7度，你加到奶油里面，奶油现在是已经可能17、18度，它是柔软膏状，可你你的蛋一加进去之后，它就冰了，所以你的奶油块呢会直接收起来，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在打塔皮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花掉，其实很多原因就是你的温度是没有搭配好的，对，然后一样我们搅蛋缸。那因为我比较懒，不喜欢用太多工具，所以我就会直接用奖状的刮刀去稍微的刮一下边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膏状的。好，你看它都拌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蛋慢慢的加进去。这边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有一个人说他想当搅拌缸。你有没有想过，你当搅拌缸，你是被奖状搅拌器打，不是被老师打。老师不是奖状，所以你可以换一个东西，不要当搅拌缸。好，所以我们稍微的用奖状，我们稍微刮一下，因为今天的分量比较少，所以会有点打不太到，所以我才会一直拿下来刮。稍微用点手动。那大家觉得今天的画质还可以吗？上次大家说画质不太好，新手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换了一支 iPhone 11，高级手机。走在路上就捡到一只 iPhone 11，太强了！你可以再近一点，你可以再近。没有，所以你们大家也看到有没有？如果你今天的蛋啊、奶油啊，它的软硬度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吃进去它一样是乳膏状的，它一样会乳化的很完全，然后很漂亮，不会有任何花花的情形。然后这时候呢，才把我们的粉加进来。画质好就太好了，不然想说不知道要去哪里再捡一台 GoPro 8来直播。好，我慢慢把粉加进去。好，然后我们把它拌匀就好哦。
好，我们把那个抽奖的办法已抛出来了，那大家赶快看一下。然后我们那个大概八点到八点五分左右会先把第一批的抽奖抽出来，那剩下的我们就那个直播结束之后再抽。抽奖办法，抽你的冰棒啊！抽你今天的冰棒，这酷！好，通常啊，这种搅拌完的，我不太喜欢用手去抓，因为它还是很容易。融化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我通常都会直接用刮板。那通常我会选择比较软一点的，那这刮板会稍微硬一点点。好，然后我们准备两张烤盘纸。然后我们也不用手粉什么的。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面团呢稍微压成一坨，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烤盘子中间。要不要用胶卷？好，你要用胶卷吗？哪里的？有吗？有胶卷。多的。好啊。如果有胶卷也是比较好，胶卷可以重复使用。那我们就用胶卷好了。有吗？没有的算了。就上次收错纸。好，没有的算了。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呢，我们用手稍微的把它压平一点，你不要让它落差很大，落差很大的时候，你在擀的时候你就会很多的皱褶，所以我们稍微的压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另外一张纸，我们稍微放上去，你可以稍微的，我们用擀面棍稍微推一下，你不要让它落差很大，落差很大它就很容易产生皱褶。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好推，啊、因为它毕竟是软的。你说对吗？好，通常呢，我在做这个步骤的时候会，跟一般传统比较不一样。传统我们就是会拿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然后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然后我们放可能半小时之后再拿出来擀开。可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会有一个问题点，有时候大家一放可能就会放太久，然后放太久有什么原因？放太久之后它就会怎么样，因为奶油它就会硬掉，它就变很硬，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大家要这样打打打打，然后再把它擀开，其实我觉得很花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不趁它软的时候我们就操作它，就像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直接拿塔皮擀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拿上来，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擀到我们要的厚度，但如果你带有擀面机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过擀面机，那因为这个量很少，所以通常呢，我们就用比较快速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方法，风炉开几度？165度。对，麻将尺有没有？如果你家的麻将尺有麻将尺的话，麻将尺大概是0.4、0.5。那其实可以看你要的塔皮的厚度，其实你们可以去亚克力店，请他裁两支一样长的就好。你可以跟他说有0.5、0.3，一公分的都有，所以你只要拿两个简单的塑胶片就可以了。我们要放在旁边。然后呢，我们就拿擀面棍，所以再怎么压呢，它都会是一样的高度。那你要记得哦，落差不能太大。如果你落差一大了之后呢，你在擀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皱褶。那如果你今天是拿来捏卡的时候，一有皱褶，你捏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从那里断掉。所以这是大家稍微注意，所以你尽量让它稍微擀的是一样比较平的高度，然后我们再把它推开，慢慢的擀，你不要想说一次呢把它擀到你要的厚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会产生皱褶，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擀完之后它的表面也一样很平，就让我翻过来看，基本上有没有，它也是一样会很平，那如果今天你真的很不小心遇到很多的皱褶的话，没有关系，你就很快的把它撕开再放上来，然后呢，你就用擀面棍稍微的推一下，它就会被推掉。对，所以这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技巧，那就是看你们个人怎么
怎么去操作它。好，我们今天是杆0.3公分。好，所以就这样一片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先放到冷冻。那如果今天你用的是塑胶片，对不对？右上角那个白色冷冻。如果你今天用塑胶片，你可以用完之后，你就可以再重复使用。那塔皮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压完那个边边，其实你下次可以再回去再跟旧的之后拌在一起，但是不要去搓揉它，既然用堆叠了，它就不容易产生筋性，可能你做个两次三次，它都还是一样的。好，所以塔皮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帮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叫多少人啊？最累。115。主力还没来帮我们分析。主力。对。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做什么？我怎么知道？问你啊。好。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啊，还有一个面。好。这个香草冰淇淋呢，我们后面会做一个烟卷的面糊。那我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很简单就可以做这个烟卷面。那它的成分只有奶油，然后面粉、蛋白跟糖粉。对，然后这奶油一定要记得，就是它要是很柔软的。多柔软？多柔软？然后就是你手按下去，基本上它会黏的。对。那如果你觉得太硬的时候，你可能稍微打一下微波炉就好了。然后也是要记得哦，就是你的蛋白也是一样，必须要常温的，不要是冷的。好，所以我们一样先把奶油跟糖粉拌在一起。我们那个塔皮那个部分先去冷冻，冷冻完之后就直接压形状，然后就可以进去烤了。所以你把它擀薄就可以了，它的形状。不需要直接擀到那个形状，直接擀到那个形状有点麻烦。他等一下直接用压的就好。因为我是要做一个塔底，所以这样子会比较快。如果你今天要用传统的方式，就是你保鲜膜封起来，然后冰在冰箱半小时再拿出来，你会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这里一样，我们把奶油呢跟糖粉拌匀。那你的奶油可以稍微再软一点，有点膏状。如果你今天觉得不够，你可以稍微隔水一下。很快哦，你可以看到很快就吃进去。那有些人呢，他会习惯用已经融化的奶油。那其实我跟你说，其实这样子做出来的烟卷会有差。这样做出来呢，它还是松松的。可是如果你先融化呢，再去做的话，它会是硬的。所以这其实应该说没有对与错，而是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稍微硬一点点的话，那你其实可以是奶油就直接融化，然后加糖粉，然后加蛋白，然后拌均匀就好了。那我希望它稍微的酥脆一点，所以我没有要奶油是融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奶油是膏状。好，然后我们把蛋白加进来。蛋白我慢慢加，你一次加很多，它会太滑，然后你不好拌。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稍微拌一下，再加一点点，会比较容易拌。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容易就吃进去。那当然你也可以用搅拌机去搅，只是因为我觉得分量有点少，所以我就直接用手。
有点花也没关系，它会慢慢慢慢，它就会拌一拌，它就吃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有点花的感觉，可是它就会慢慢慢慢，然后吃进去变膏状。然后其实呢，大家不要心急，就是什么要加什么，你可以这个地方呢，确定它都已经乳化完之后再加，不要那么急的加。大家知道，因为如果你今天一次太快啊，它反而太多的液体，它反而不容易吃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其实就可以把它吃进去。如果你一次加太多，你反而会花很多的时间。那你拌太多的话，你到最后会怎么样？可能你就会稍微有点把它打发，打发也会跟我刚刚的一样是一样的，就是它会变得说。比较松，所以可以看它其实慢慢慢慢，它就可以拌在一起。然后如果有些同学啊，他说拌到这里的时候，它非常的花，很花很花的时候，你不用紧张，有些人会跟你说。哦，加面粉，它就解决。当然，加面粉也可以解决，可是因为是面粉的状态是加进来之后，它会完全吸水分，所以它一定会达到膏状。可是这个感觉跟你如果拌匀再加面粉的感觉是不一样，因为它是强制去把水分吸掉，它并不是我们的奶油跟蛋跟糖粉是完全的乳化在一起。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隔水，隔个热水之后，我们稍微的搅拌，你就会发现它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变得更乳化均匀。那我们今天的肉温度也是有点低，所以我也选择稍微隔水。那你直接加面粉可不可以？也可以，可是它出来的质感是不一样。那我刚刚有说过没有对错，只是说你选择的是什么。对，然后这边帮我加热水，就是刚盆，然后帮我拿，就直接热水。然后我们稍微刚盆就好，刚盆跟热水。好，我们等一下等一下热水，因为它有点花掉，奶油就硬掉了。下面有钢板。好。有热吗？有。谢啦。看够不够？好的，热一点。我觉得在，刚才瓦斯拿瓦斯炉了，刚才卡式炉。好，我们稍微隔一下水。大家稍微的回温一下。所以这里面很简单，就只有蛋白、奶油跟糖。所以正常的话，它应该是很均匀的，它不会花花的。如果你今天它要花花的，基本上都是奶油太硬，温度太低才会这样。我们稍微的拌一拌，它就会融合在一起。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老师在问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目前都太简单了。没有，目前的问题都是好像你太帅了。对，没办法。你要不要分享为什么你这么帅？这个我也不知道。那时候霸气，霸妈神。好，只要稍微微温就好，不要加热到很热。如果你今天很热的话，就是跟一开始的融化奶油会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现在匀了之后有没有，它是一个很均匀的状态。有没有，它是乳化很均匀的，它不会有花花的，就是正常的状态。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加入我们的低粉。下次看到叶子翔的时候，你可能要飞踢他一下。对啊，因为他问你三位啊，痛痛。好，一样，我们要记得过筛。偷偷跟你说，老师的三位是十八十八十八。那是人吗？
啊，没有。十八十八，这样啊，哎、欸，太强。哎呦，感觉快一百五了。哦，过了，过一百五。上次多少？上次大概在2000。没有了，哪有那么高？上次最高好像有200多个人而已。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看？2000。你比较帅，应该会比较多人看吧？赶快帮老师用力分享起来啊！不能说上次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拌匀就好，不要过度，就是一直去搅拌它。好，然后一样，我们把它封起来，然后我们放冷藏。这个东西我们大概放2个小时或是半小时，它只要凝固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操作。淑明姐，你别闹。淑明姐。啊？很快闹。放冷藏哦。有有有。冷藏。上面吗？右上。还是那边？那边吧，冷藏。放冷藏，不要放冷冻哦，冷冻它会变超硬。然后刚刚塔皮有硬的吗？你看一下有没有硬。有吧？硬了。硬。好棒哦。所以可以看放冷冻之后，它很快就硬了，有没有？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做法，是它又很快就可以做到我想要的，然后又可以很硬，然后我也不用再拿一个擀面棍，然后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所以一样，我们先把一面撕起来，然后你慢慢撕，因为这纸都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呢，我们翻面，一样，另外一面撕起来。好，然后我知道大家在家里啊，有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懒，就是这个烤盘垫，那我们通常都用透气的这个烤盘布，那对饼干来说可以烤的比较平整。那大家知道透气烤盘布就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就是烤盘一张，烤盘布也脏，对不对？像我就很懒，我就会拿这个剩的，我就直接垫在下面，所以呢，我就会直接把烤盘布放在上面，等到呢我烤完之后呢，这个烤盘就还是干净的。对，然后我们压到今天要的形状，就是任何你要的形状，或者你今天做饼干都可以，所以可以很快。然后就可以压到你要的厚度，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放上来。那你可以看到，在过程中基本上我都不用再额外撒什么手粉啊什么，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原来的塔皮的酥脆度，所以可以看很快。我从刚拌完塔皮到现在我去烤，基本上可能1小时内我都可以全部做完。我们现在是在刚刚，如果还刚刚进来的朋友，我们现在是在做那个塔皮底的部分，就是冰淇淋塔皮底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那个，等一下下一个是要打冰了吗？还是要先灌？先灌好了。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先灌一些冰起来，那些冰就是那个师傅先预先打好的，因为我怕时间不够。那我们等一下有留一份那个是牛奶冰淇淋吗？对，香草。香草牛奶冰淇淋会用一种小型的机器打给大家看，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大概8点，大概5分到15分之间，我们会先抽一部分的奖项出来。那大家如果还没分享的，赶快分享，不然等一下错过第一次的抽奖就不好了。那第二次的抽奖会在直播结束后再抽奖。那我们抽奖的方式，原则上来讲，就是我们会帮你保留4到5天，请你要到粉丝团私讯我们，然后我们会跟你确定。那4到5天之后，我们会再统一把物品寄出。所以，上次抽奖还没拿到的人，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在等那个有些人回消息比较慢。那我们明天会把礼拜一会把那个上次抽奖人寄出去，然后这个礼拜4或5会寄这一次的。
所以可以看看我一次只是放冷冻，很快的，我一次都可以做很多，而且我刚刚也没有用到急速冷冻，都直接冷冻而已。好，就算你其他的对不对？大家记得就是不要去揉它，我们一样用折叠的方式，尽量折叠的方式去折它。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块。然后我们稍微等一下，再回到它软的时候，我就再把它擀开，所以到时候可能只要用到半张，所以你就可以一直重复一直到这个塔皮用到很快就可以用完。那如果你真的有多有剩，你可以在下次的时候再一起把它加进去拌，可能那就已经剩很少了。所以大家用叠的。你知道几个人了吗？几个？400。真的假的？真的。好夸张哦。400。400。所以你可以折起来，有没有？等到这面团呢稍微软的时候，再跟我们刚刚一样的方式再擀开。所以你看，我从塔皮做完到成型到烤，可能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然后，我在烤塔皮，我会希望它上下都是一样，一样是平整的。所以我们上面会再垫一个烤盘布。对，所以我们上面再垫一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最后烤出来上面是平的，下面是平的。所以我们先开165度，我们先开12分钟。先12，对，先12，然后再把上面打开。那因为你盖的烤盘度比较容易上火，比较不容易着色，所以呢，我们刚才先烤12分钟，把上面掀掉之后让它上色，然后我们再确认它的颜色到底烤了没有。现在来做。好强哦！好强哦！我们现在来灌冰好了。不愧是威尔森。好，然后呢，我现在要做第一个，就是我们草莓牛奶冰淇淋，所以这里面是草莓的收杯，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可是我等一下会一样用简单的小机器让大家做，但这次不会教大家用手做了。对，我们一样都用机器做。那知道大家说我们冰淇淋大家可以怎么简单的把它组成，然后这是草莓冰淇淋。然后如果大家在做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可以还是尽量你戴手套，因为毕竟冰淇淋是固的。那你手放在上面，其实很多人他一定会觉得受不了，就跟有些同学做拉糖的，他们已经拉习惯，他可以手比较耐热。那我们已经做冰做比较多，其实我们可以去忍受这个温度。对，那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模子啊，一定要记得要冰冰箱，你不要不冰冰箱，不冰冰箱的话，你看哦，这个冰淇淋它是负的温度，模子可能是零上的温度，可能是20度啊。或是常温20度，所以你一放上去，它一中和，你的冰就变成零度，零度就化成水，所以它很快就会化掉。所以我们准备一个小抹刀，然后还有我们的冰，那我们把开口剪开，好，一样，我们就靠在里面，然后我们把它挤满。一定要记得哦，从底部挤哦，这样它才是平整的。如果挤过冰的，你们会一定会觉得冰是很冰，这是很正常，冰本来就是冰的，对。好，然后抹刀，然后一样，我们要先稍微的压一下，把左右两边的角先填满。然后最后再去做刮的动作，因为最后两边是一个直角，它是最容易有空洞的，所以一定要先记得先压左右，好，然后我们再把它刮掉。一个小盆子，你叫什么？一个小盆子。小瓶子。小盆子，小盆子，你想要刮掉。可以，谢谢。
所以作弊你可以看它其实动作是很快，我整个我玩家挂染其实非常快，是很均匀的。对，好，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逼冷冻。好，然后冰也一样，我们把它冰起来。做两个冰棒，然后我们抹茶配一个热带水果的库里果酱，那杯茶我们就做一个完整的杯茶，然后这是一个冰棒模，然后我会准备一个水果果酱，那这是里面有凤梨啊、香蕉啊，这个综合的热带水果，然后已经煮好了，然后基本上呢它是没有加任何的胶体，所以呢为什么不加任何胶体，是因为它的甜度要是够，它的浓度要是够，基本上在冰淇淋里面它也是会凝结的。可是如果你今天的甜度不够，它就会变冰块。所以只要你调的是够的，刚刚好的，基本上连胶体都不用加。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挤薄薄的一层在这个冰棒的上面表面。对，然后这之后配方都会再传到我粉丝页上面去。所以我们就直接薄薄一层放在上面。然后你挤上去之后，你一定会有稍微不平，对不对？我们可以稍微的晃一下，它就会是很平整的，一个一个的，对，它就会很漂亮，一个一个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放冷冻，冷冻等它硬了之后，我们才上冰淇淋，它就会是变成两种馅。吃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点湿湿软软的，有点像枯粒，可是它不像，它有点像会流下来的一个爆浆的感觉。做好的冰就是我们的香草冰淇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我们放冷冻之后它就凉了，对，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现在就拿出来做，那当然最好的建议还是我刚刚说的放隔天是最好的，对，那所有的东西呢，我们冰冷冻拿出来之后，我们要再次均质它，一样的香草纸一定都会浮上来，所以我们要把它挤干净，均质机。